也是松一口气的，因为之前一直在安排，现在是完成了我们想，就是去安排的一个行程的一部分。因为之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去搞一个晚宴，邀请更多朋友，不过要在疫情之后了。然后就回顾刚刚讲的这个仪式，你们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其实感动的位置也很多啊，我昨天晚上上头的时候已经非常感动了，已经在哭了。然后今天在侦查的时候给父母也是非常的感动，我每次见到自己的父母也是会很激动。他呢，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激动，就是在我穿裙滑下楼那一刻，跟爸爸走下就是出房间门口的时候，看见他就是在震抖，然后眼睛也在泛泪啊。这个是不是就是阿 Ben 一生中最梦寐以求的一个画面？看着自己的心爱人，这是不从来没有想象这种画面。还有就是情绪方面也是真的控制不了，意想不到。还有就是我想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个非常想不到一件值得我们兴奋开心感恩的事情。那所以当我看到宝儿出来的时候，短短的一两秒钟，我已经好像眼睛已经很多沙风沙吹到我的眼睛了，我就这样说的。啊，应该是风暴吧？对，风暴，很大的风暴。哎，我顶不住了。然后是不是阿Ben准备了一个惊喜给宝儿呢？对，他给我唱了一首歌。对，什么歌呢？那是什么歌？一首英文歌，就是 When I Fall In Love。就是之前有一点的准备，但是之后呢，三聪也叫我，你要不要唱你自己一首新歌？那我就好了，试试吧，就唱我们两个的一首歌，就是我的你与你的另一半。对，但是又感觉是后影，在婚礼上听见就是别人唱这首歌，会是不是就是特别的感动？是，也是我第一次跟他一起 jam， 因为我拿起了那个麦克风，我觉得就他自己在唱，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加入了跟他一起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时刻。然后对，今年就你们那个婚礼那个兄弟姐妹，就是当然那个安排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是圈中的朋友的？对，我们两方也是有四个的姐妹加了一个兄弟，我有这个紫珊啊，东敏啊，我有一个我音乐的兼职 Terry， 还有我一个圈外的朋友，好兄弟，多年的兄弟啊，对，四个。我就是我伴娘是我妹妹，然后请了朱志贤当我的姐妹。其他两位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很好的朋友。然后在就是婚礼之前，通常的就是仪式也有一些就是接新娘嘛。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天会不会就要经过很多的难关才可以接的美人归？这个一点也不难。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跟宝儿也说，好像没有研究过啊。当天如果我进来的时候，你们的姐妹会怎么样？好像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那就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没事。他的姐妹很好，一打开门我就给他们红红包，然后就进去了。是不是那个红包超级厚的？所以觉得还好。就是前一天我跟我的兄弟开玩笑，要不要去找一些外国的外币货币放进去啊，厚一点嘛，多一点嘛，那个数目上可以多一点。我就说节目晚了，已经凌晨两点了，你去拿找这个货币吧。然后今天两位那个婚纱那个礼服是不是也是特意去设计的？也是，这个婚纱是我之前自己设计的，就是我想要一条比较
就是我的孙子看起来也不会 out day 的一条裙子，所以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款式，可是也有一些 details， 就是这个这侧面是全 lace， 是通透的，还有背面的 lace 这样，所以就是由一位著名的设计师给我去完成这个梦想。嗯，那边这个呢？我这个就是我一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Ian， 给我做的。但是我是在昨天晚上才拿这个，才觉得比较适合，因为我过去的两星期我比较瘦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拍新剧，比较努力去减肥啊，去健身，然后这个 size 方面有一点不妥，那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大，但是最后昨天也改好了，现在已经好得多了。嗯，然后刚刚就听到布也提到这个婚纱，你希望这样的孙子也看得到，所以就是两位就是之后我也有就是生孩子这个打算这个计划。我说这条婚纱是看不见，就是我这里很平坦的。我是说，现在先不想去生孩子的事情，因为想专注我的工作，所以我也想享受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所以这个可以下一步慢慢想，慢慢安排。但是两个都会喜欢小孩子，都会有将来也会。也是喜欢。喜欢，但是还没有吧。先要看看宝宝，我想一想，对，可以研究一下。